快速浏览联合国世界遗产亚洲篇，这是中国啊，中国是亚洲最多的，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啊，因为国家大，历史久远啊，自然的啊，人文的一堆啊，五十几个，不得了啊。九寨沟啊，第八个是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啊，这非常有名的九寨沟啊，很多人都去过，反正以台湾来讲啊，当中国大陆不在话下了啊，台湾去的话，万里长城、张家界、九寨沟啊啊，或者是故宫啊这些啊，南京啊这些地方啊都是有名的，尤其张家界、九寨沟啊，自然的非常有名啊啊，这个很漂亮，九寨沟很漂亮。他当初就九个村庄的意思嘛啊，就少数民族九个村庄连起来啊，九指连环啊，这个溪 啊很清澈啊，看起来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，很漂亮啊。这也是啊瀑布啊，得很多道啊，瀑布的这个流水很漂亮啊，上面蛮平的啊，像一个潭水潭一样啊，下面这个花草树木很漂亮啊，这个带相机啊带摄影机去很漂亮啊。啊，这个也是啊，到差不多到秋天了啊，这景观呢、啊、有点像美国啊，美国那个新英格兰的景观很多很漂亮的，像台湾这种啊比较少，台湾也有啊，有一个有一个叫什么万大什么东西啊，也是有点像是很漂亮啊，各种五彩缤纷啊。九寨沟名胜区啊。啊，简称九寨沟啊，在中国四川啊，四川很大啊，少数民族很多啊，啊，所以中国少数民族省啊啊，像那个四川啊，像那个云南啊，都少数民族很多啊。四川有很多藏人在那边啊，羌人啊，古代羌人很多啊。啊，北部这个阿坝藏族。羌族自治区，羌族是很古老的，有人他们是讲是大禹啊，尧舜禹他那个大禹后代啊，九寨沟县，啊，气候不错啊，啊，冬天啊没有很冷的风啊，这个四川啊，西北那边很冷啊，四川是整个的天府之国了，但是还好啊，重庆啊，重庆当然已经现在直辖市了，重庆啊夏天热的要死，火炉四大火炉之一，冬天还可以下雪啊。那四川你到重庆讲你们四川他不高兴啊，不直辖市啊，所以像四川归四川，重庆归重庆啊，四川尤其是那个成都平原啊，天府之国啊，西部啊西北就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啊，啊这边就是在那边啊，九寨沟啊，冬天啊风不冷啊，夏季很凉爽，四季美丽啊，世界上旅游热点之一啊。它原始秀丽风景啊，主要分布在啊肃正泽啊、肃正主沟啊和这个泽茶洼啊、日泽两条支沟啊，它这个水很多啊，啊自然景色高山湖泊啊，那边已经要到青藏高原去了啊。瀑布群主要特点有这个湖泊、瀑布、河滩、溪流、雪峰、森林啊，这些啊这些风景。好，它九寨沟啊，讲是九个寨啊，三条沟：日正则沟、肃正沟啊、爪哇沟三条主沟啊。景观比较有名的啊，九寨沟比较有名的是肃正啊、诺日朗啊、建岩、长海、扎入、天海六大景观啊。我们再看了个照片啊，这很漂亮啊，九寨沟很漂亮啊。我们再看黄龙风景啊，名胜区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一滩一滩的啊池水啊，它是因为有那个啊，像那个什么，有石灰质啊啊，所以它有带一点颜色，带一点这个啊青色啊、浅蓝色啊，这个很漂亮啊。一滩一滩的水下来啊，然后这个啊，这是他们的当地农地啊，这农地，然后里面有这个迎宾池，这叫迎宾池，也是啊，一小滩一小滩的，都石灰质啊，石灰质地形啊，啊，这很漂亮啊，然后这是叫这景点是飞漫流灰啊，也是小的啊，小的这个瀑布啊，这很漂亮。
然后黄龙股市啊，一个股市啊，黄龙风景名胜区啊，也是在北部阿坝藏族啊那边，就是接近高山啊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景观啊，当然还有很多野生动植物啊。羌，你看又是羌族自治，羌族人就是这《三国演义》马超，马超就是羌族混血，汉人跟羌族混血。那边我去过啊，那羌族一般就鼻子高啊，轮廓比较深啊，跟汉族有点像，因为有混血嘛，跟汉族有点像啊，不仔细看觉得汉族，可是他轮廓比较深，鼻子高一点啊，嘴唇薄一点啊。羌族自治区以前勇猛善战啊，羌族。那黄龙啊，黄龙有时候人家会有时候搞不清，跟九寨沟啊搞混了啊。但是黄龙是黄龙啊，九寨沟是九寨沟啊，距离只差啊一公里，很近啊。它因为沟中啊许多彩色的池啊，啊随着这个景观的变化，阳光照射啊，就是五彩缤纷的颜色，所以被誉为人间的瑶池啊。相传那个王母娘娘啊住在瑶池啊，啊有此一说。但是呢，以前那个古书里面有写过啊，周穆王啊，周穆王真的有到西，往西边巡视啊，说真的看到了，王母娘娘啊，但是有的古书写说他是豹齿，牙齿像豹一样啊，披着兽皮啊，也有的写啊，比较穿那个正式一点、正常一点服装啊，所以古书很多写的很乱啊，他有黄龙沟啊、丹云峡、牟尼沟啊。雪宝顶、雪山梁、红星岩、西沟等那个景观啊，风景区组成啊，它有四绝啊，四个很精彩的风景啊，很美的风景：彩池、雪山啊，那边已经冬天很冷了啊，峡谷、森林四个啊，啊，也有再加上滩流啊，古寺民俗称为七绝。然后再看这武陵源风景区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！武源这个它是很大啊，它不是，它有四大景点啊，四大区了，不止景点了，四大区啊。这个武陵源啊，这个规模很大啊，武陵源它一个庙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啊，这个他们那边，它最有名是张家界嘛，张家界啊，这个地形啊，地形很特殊啊。这是叫黄石寨啊，五个峰啊，五个峰全景，一二三四啊，这个也不好数啊，这个很特殊的地形啊，旱地拔冲起来的啊，这个石头山上面啊，又有这个又有树木，所以张家界有些地方啊，这个你上面啊，这个还看不出来，上面这个很大，面积很大，很平，你在上面觉得是平地，那下面才是平地啊，所以上面很大啊。所以有些国外有些山啊，就是像这个叫桌山、桌子山啊，上面是平的啊，结果它是山啊，下面是平的啊。这个是叫做云里雾里看武陵源啊，武陵源像国画一样啊，叫什么啊？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啊，位在湖南啊这个武陵山脉啊，一个这个属于张家界市啊，它四大风景区组成啊，这个很大。啊，张家界这就有名了。张家界只是其中啊，武陵源的其中最有名、最大。啊，它国家森林跟地质公园了，还有索溪峪啊、天子山啊、杨家界啊，这三个啊自然保护区啊，总面积391平方公里啊，核心地区超过250平方公里啊。这个武陵源呢、啊，以这个石英砂岩呐 啊这个峰林这个峡谷啊，主要特征。啊，石峰光是石头翘起来的啊，有三千座啊，海拔在500到1000米，这倒不高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啊，这个很漂亮的奇峰啊，啊，这个石头山啊，这个很漂亮，像国画一样。张家界国家森林啊，有一张照片没放下来，就是那附近有一个那个电梯啊，超高电梯啊，那个没放进来，那很多人都看过超高电梯啊。然后这个景观步道就吓死人了啊！这个下面他故意还给你搞一个啊，这个透明的啊，所以有胆小很多这个 TikTok 很多视频啊，人一站上去啊，都蹲下来了，发抖了，走不过去了啊，吓死人了。当然这做的非常牢固了啊，但是走起来还是很险啊，比那个华山啊，华山那个就好像华山没有这个东西啊，峨眉山华山好像没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这个景观步道走起来胆战心惊啊！
这是很有名的张家界天门洞啊，你看这个石头中间不知道怎么搞开了一个这么大洞，这是奇观了、啊、人就慢慢爬楼梯啊，爬上去啊，这个年纪大的脚不好的啊，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就没办法爬啊，像爬泰山也很难爬啊，这个张家天门洞也不好爬，但远看嘛这个很漂亮啊，尤其有时候是起雾的时候啊，这个山这些都已经看不清楚，哎，这个洞还是看清楚啊，像有一道阳光啊可以照射进来，这个很壮观。张家界里面的风景区比较有名，黄石寨啊、沙刀沟、金边岩、金边溪啊，有七条主要路线啊，就是黄石寨路线啊、金边溪、腰子寨啊、琵琶溪、沙刀沟、后花园、朝天观啊，七条主要路线。那、啊、这是另外一个天子山风景区啊，也像国画一样啊，天子山风景区的、啊、这第二个啊，就是武陵源第二个啊，位在武陵源北啊，与张家界所其域山水相依啊，总面积67平方公里啊，海拔1000多公尺啊。啊，天子山因为南宋啊末年啊土家族啊，土家族很会打仗啊，像那个什么对日抗战的时候，那个台儿庄大捷啊，就是那个广西的啊壮族的那个李宗仁啊、白崇禧啊啊，还有一些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啊，哇，大胜啊，很会打仗，因为他是跋山涉岭，因为他是生长在那个生长在这个自然的这个地形里面啊，所以很会啊，很会爬山，很会走路啊，所以碰到山里面啊去打。跟日本打平地啊，机械化部队他妈天下无敌啊，打到山里面去也不行了、啊、就土家族啊，这个天下啊，这个土家族的领袖啊叫这个自称项王啊，啊他叫不叫什么大坤啊，自称天子而得名啊，去那很多景观都跟这个有名，天子洲、宝剑峰啊、龙椅岩啊等等啊，这天子山风景区很漂亮。然后这个另外啊，然后张家界、啊、后来又衍生出来一个新的叫杨家界啊，张家界杨家将啊，总面积340公顷啊，相传呢北宋杨家啊，这个杨令公啊，老杨令公啊，他本姓刘啊，叫杨业啊，本来叫刘业啊，后来因为这个赐姓，皇家赐姓，他号称无敌啊，号称天下无敌啊，勇猛善战，老令公啊，然后这个投降以后，因为他本来想自杀啊，后来这个因为要保护这个城中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啊，就投降以后改姓啊，赐姓杨，本姓刘啊，我们金刀刘。杨家将围剿向天王说曾在这边安营扎寨啊，然后因为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杨家后面繁衍后代，所以这个什么杨家杨六郎杨七郎没有啊，只有好像不知道杨几郎是确有其名，其他都是虚构的啊，什么佘太君啊、穆桂英啊，虚构就找不到嘛，就历史古书里面啊，史书啊找不到。杨令公是有的，他这个还有一个杨延昭是有的，还有一个孙子啊，这三个是有，其他什么杨起郎找不到啊，就是很多小说嘛，说书的嘛，啊，这一个是不够啊，勇猛善不够啊，给你加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、六个、七个，啊，所以很多这个小说归小说啊，民间传说归民间传说啊，啊，就像英国的亚瑟王，那没有嘛，这历史学家很累啊，人家说历史学家你找一下，到底是公元多少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亚瑟王，这个历史学家找不到，翻遍古书找不到啊，什么这个圆桌武士啊这个是兰斯洛啊，找不到啊，什么石中剑啊找不到啊，连亚瑟王都找不到啊，搞不好很多年后人家说啊，冰与火啊，这个人家小孩子看，哎，冰与火啊，这鬼王啊，北京啊在哪里啊，妈历史学家拜托啊，妈电视剧了，妈看多了，哎，有人说哎，这个是这个魔戒啊，到底是哪一个朝代，哇哇，你的历史学家说拜托啊，所以历史学家很怕看电视电影，因为一看电视电影，妈演得好得不得了，卖作片了，这小孩子啊，年轻人不懂，哎，这到底是哪一朝啊，这个公元多少年了，妈历史学家，哎呀，拜托，妈累死了，这我要解释多少个，连中国三皇五帝有没有也不知道啊，讲是有，那实际上找不出证据啊。杨氏族谱里面啊，还有明清时代杨家墓啊，有六郎湾、七郎湾、中宝湾、杨中宝啊。
杨宗保好像杨宗保是有他儿子，然后孙子杨延昭啊，这样天波府啊，天波府有的，但是佘太君没听过，更不要说什么你古代女人没办法打嘛啊，连花木兰都有点夸张，花木兰是一个诗歌啊，啊，真的有没有这个不知道啊，民间传说，啊，历史没写。啊，天波府佘太君还是武功高手，那么老了，妈还会打仗？啊，这穆桂英几个女的，这古代没办法，男人女人就是力气不一样，女人没办法打。啊，你说比赛有没有说一个女的去打一个男拳击赛也好，相扑也好，还是说格斗啊？啊，竞技没办法嘛。啊，这个男的都还要分量级的，女的跟男的没办法打。你说找一个女的很壮啊，去跟男的打也没有。你叫李小龙去跟那个格斗啊，这个重量级格斗打啊，李小龙也大概也不敢说他一定赢，这不一样啊。演电影、拍电影跟拍电影啊，格斗啊、比赛啊、竞技啊是竞技啊，两个不一样，那个实战的 啊不一样。所以很多中国啊，什么什么几连鞭啊，什么武林高手啊，当然有年纪了，啊，年纪什么六十几岁就休息嘛，啊，什么跑出去啊接受人家挑战。啊，这他妈是一打他妈是大人打小孩难看了，就是一个字丑啊，啊丑啊，自己不自量力啊，打得很难看，然后事后还说，年轻人不讲武德啊，他妈你再打十次也是打趴十次啊，没办法，格斗是格斗啊，啊这是杨家界风景区啊，然后索溪峪也是一个，有200多座山峰，2000多座山峰很多了，19道沟壑还6条溪流，主要景点有十里画廊。啊，鸳鸯瀑、南天门、黄龙洞等等啊，这个像国画一样啊，这索溪峪很漂亮啊，这个瀑布流水啊，这些都是自然景观，很漂亮啊，非常漂亮啊。好，这期讲到这里。